Hello， 大家好，我是古今。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下狂战士的一个技能之处哦。我们要介绍的部分有魔法阿嬷卖的哦，魔法阿嬷有卖哪一些？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联盟小妹有卖哪一些技能？然后第三的部分是有哪一些技能啊？是怪物会掉落的。等一下我们会整理，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魔法阿嬷卖的技能啊。跟阿嬷讲一下哇。那狂战士啊，大家可以学一级的魔法哦。所以这四本一级的魔法阿嬷都有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狂战士的基本技能哦。我们用技能的价位来介绍这些技能哦。首先是五万元的部分哦，五万块的技能有三个。那这三个是哪一些技能呢？跟大家讲一下哦。这三个分别是，第一个是这个粉碎，粉碎这个主线有送。然后第二的技能是这个范围攻击的新技能哦，咆哮，然后有那个旋风斩吧，这应该可以叫做旋风斩吧。好，这个主线也有送啊，都是五万元的。然后第三个技能是这个杀戮者，杀戮者就是我们装这个装手斧的时候还可以装盾摆的一个技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56万的技能哦，56万的技能有三个，那这三个是哪一些技能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吸血，56万的第一本是吸血，换了引普攻攻击就会有吸血的效果。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攻速跑速施法速度提升的一个技能，这是第二本。然后第三本是这个两个拳头的这个是累积伤害然后一波爆发的一个技能啊。目前我还不太了解这个技能啊，所以暂时都先这样讲。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00万的技能哦。100万的技能有两个，下面这个是1000万的哦。我们先来看这两个技能是哪两个。100万的技能，100万的技能是这个，第一个技能是药水喝两瓶，药水回复，有机会一次喝两罐。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技能是这个狂战士的这个防御哦。这个技能的效果是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伤害减免，然后如果你有这个狂战士战士的话，还可以额外再增加防御的部分哦。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1000万的跟500万的技能，看一下哦。1000万的是这个狂战士战士，就是这个狂战士的一个核心技能，它可以让狂战士的战士技能组技能获得额外的能力。这一本是1000万的技能，然后500万的技能是这一招。这一招绑脚的那一招，绑脚的在哪边？这一招哦，这一本是500万的技能哦，拘束移动，可以让目标无法移动。那魔法阿嬷的这些技能啊，我们买一买要多少钱呢？我们看一下哦，五万的我们就不算了，我们就算56万这边开始。6万的三本，100万的两本，1000万的一本，500万的一本。大概要2090万哦，2090万哦，这是魔法阿嬷这边的一个技能书的价格。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魔法小妹，就是血盟小妹那边的一个技能书贩售行情哦。冲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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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魔法小妹，血盟小妹啊。然后因为我的血盟很低哦。所以现在这边都暗迷蒙矿博，不过我们这边的大概看到啦，有1、2、3、4、4本，下面这本是400万的，所以这边有四本，有4万名誉币跟16万名誉币跟70万的，还有100万的四本。那这四本是哪四本呢？跟大家讲一下，首先4万的名誉币是这一个双手技能的强化，是拿盾灯拿装手斧跟拿盾牌的这个技能啊，在这里增加我们的攻击力啊，近距离的命中，还有近距离的伤害值。然后16万的是这一本战士血量提升，可以提升我们的 HP。然后70万的是泰坦技能啊，泰坦技能终于来了。70万的是这一本泰坦岩石，就是玩家的血量啊，在 70% 以下的时候会发动，然后可以回避近距离的攻击，然后进行反击哦。这边血量只要 70% 就可以了哦，电脑版的好像是 40% 以下。
但是天堂 N78 就可以了，所以压血也不用压得那么低了。然后100万的自然一个技能呢，100万的是我们的解放力量，就是力量点数啊，得点到50点以上哦，52，基本上我们点到50就红色不能点。然后有这一招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往上点，点到100也可以哦。然后这是100万技能啊，所以魔法小妹、魔法邪盟小妹的四本技能4万、16万、70、100万都在这边啊。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三的部分啊，就是怪物会掉落的技能。首先第一个技能是这个冲击，冲击的技能是 BOSS 会喷哦，王温山脉的巨人王，黑丝巨人王会喷，这是冲击，王上之的冲晕。接下来第二个是这个泰坦魔法，这一本泰坦魔法的一个技能效果是，当我们的血量在 70% 以下的时候会发动，然后可以回避魔法的攻击并进行反击哦。这一本是暗杀君王紫雷佛会喷哦，这是拉动里面的 BOSS。然后接下来第三本就是这个泰坦重击，这一本在血量 70% 以下的时候会发动哦，然后它可以无视这个伤害减免的部分，所以可以无视我们的瞬间界哦，部分伤害啊，不是全部哦。好，那这一本是哪一只怪物会喷呢？这一本是遗忘的巨大牛人 BOSS 会喷哦，巨大的牛人王会喷，还有喷这一本。好，那怪物掉落的高阶技能书我目前只知道这三本哦，那之后如果有其他资料的话我会再补充上来哦。好，那我们这一次的狂战士技能出处就到这边啦，介绍就到这边，我是古今，我们下次见，大家要记得订阅啊，拜拜。